听说今天中午同学们体验食堂阿姨的工作，我去看看怎么样。欢迎光临，要加年份吗？对，我要饭。觉得哪里怪怪的。吃大份吗？吃大份，必须吃大份。你分配汤，你配吗？我不配。那今天荤菜什么肉？猪头、野里。对不起，我手突然不听使唤。这就剩下葱姜了，猪头肉全没了。你们食堂怎么搞的？说话又难听，打菜又坑。社长，我真的是跟平时的阿姨一模一样呀。好啊，你们这些阿姨平时给我打饭都那么多，原来对学生这么马虎，全都给我扣工资。